关于我们新山中华公会的主推下面的古庙游神的活动，外面很多传言，甚至有人说我们取消这样的活动。可是我们今天去做新闻发布会，就是要正确我们的信息，就是在这里宣布说，我们新山中华公会主推下来的这个游神呢，将继续的依照传统进行，就包括了洗街、亮灯。然后厝銮、回銮，还有公园地方戏剧都照旧举行，只有夜游的形式有点改变。那么我们有取消这个公映台跟表演节目。